台北政治文化代表处，
你若出国拢夹一支吼，在外面搞一支戒指吼，戒指，好，好，大概，即连江下趟，连江你来爱早些先过来，较方便，啊，靠近吼，好，等下慢慢看，有早吼，可以靠好，你看吼，伊是台湾咧代理遮个时阵，竟然甲咱二零八开始啊，一人过持续白色恐怖三十八年，搁五十六天呢，遮久呢。啊，当然是阿扁去冒，阿扁是台湾人嘛，伊去冒充伊是占领者嘛，伊去参加三东，他搁过来坐八年嘛，伊若无变工，遮奇怪，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阿扁咧跟我关系，伊在讲，他自称哦是美国军事政府的代理人，终于说出真相了吼，哎、伊讲吼。他只是民事所长，偏面于美国政府的话 ，AID 哦，也变来这么真相哦。来，李鸿基，李鸿基，难民不是在骂人，这个是黄叔叔事件。他说中国难民，其实黄叔叔他本身就是中国第二代。伊讲难民，全世界叙利亚难民啊，很多伊那个很多就是难民啊，离开自己的领土就是难民嘛。啊，如果看人家讲难民，你就等于就好嘛，等于给出嘛。伊妈妈说的是，等于就是是咱闽南嘛，很简单哦。即、这个台湾人嘛，其实嘛流亡哦，流亡到印度干了五六七年哦。来，所有的难民，对不对？今年巴西吼，里约奥运要开始啊，啊，全世界搞造搞跳来，慢慢去参加。但是没有国籍怎么办？就是拿这个五环旗嘛，全世界五大洲嘛，这代表奥运的五环旗嘛。那无国籍的也一支啊，中华民国是也一支，有安支，它不是国家啊。啊，伊个梅花就是咧国花嘛，所以国花加一个梅花。但是梅花国民党是拿过来内底那有红色的，这红色有可能是共产党哦，嘿，因拢有含义哦，嘿，所以伊也是去厝门口叫吼，也是去叫啊。其实二零一四台湾足侪地方种的军人哦，其实都已经教育年轻人了，教这年教清楚。叫这点名哦，很清楚。来，2015十二月初七，伫新加坡见面，伊讲了注定两岸中国人和平统一啊，哦，和平统一。所以后摆有可能会改安尼哦，国共交亲嘛，就看袂出咱以后咱参日本同款嘛，邦联拢联邦嘛，听伊遐讲，哦。原来这么近的话。命运哦，你若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哦，后摆哦，台湾人就是爱用法律啊，你像伫遐抗争，台湾人袂使发声哦，迄个无效。用啥物用啥小量嘛无效，讲歹话嘛无效，就是追求我们的真理就是法律，国际法律，咱照法条、法条、法律行就对了，绝对是对的。要从台湾这两千万只孩子仔，你来从13亿过千万收入，拍死啊嘛！用法律就是咱的活路哦。这个肯定会变变吼，诈骗集团掠咱中国鬼，诈骗集团这份货过过着一年拄着一个，就是因为这本啊，因为台湾人摕这本啊，中国哦，签啊，中国人嘛，全世界都只有一个中国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嘛，伊摕签啊，当然会掠咱中国鬼哦，即马开始愈来愈明显啦吼，这个生意嘛足衰呢，伊摕这种出杀不渡派吼，伫机场。伊去年拢几十二间嘞，迄海关甲讲，先生你中国人啊，唔是我台湾人，啊可是你拿这个是中国护照，那是中国啊，啊可是中国护照没有去找啊，你这个是假的哦，无来无去，不要讲几十二间，正常的生意人嘞，是不是嘞？都提这份护照愈来愈贵啊，所以你呐，咱开始爱甲家己好朋友、亲戚朋友讲，赶紧办台面这个申请，办得张才会当做美国人保护嘞，啊千万别管你袂着啦。提这本就自己抓去嘛，自己管啦。阿强啊，即摆伊若是国外来，都要台湾人吼，提这本护照，要亲身去抓鬼，真简单哦。伊随便甲你罗织做，来卡落去抓鬼啊，违反国家安全，带回去，毋是带回去台北哦，带回去北京。啊，带回去北京倒是讲足危险的呢，应该知吼。阿强啊，是全世界迄个人体器官交换中心的，伊即摆咧欠费。啊，闲啊，我毋知。华人讲要正式查台嘛，八百华人拢来去卖掉呢，哦，卖干、卖好子、卖金，或者连大金来卖。这个人哦，这台湾是有乌克兰的，嘿，瑞莎，
伊来台湾足久啊，伊即摆嫁台湾人，嫁台湾人，哎呦，讲台湾足好，我决定要住在台湾，我要拿台湾身份证，所以他必须要放弃乌克兰的国籍，但是伊的政府不承认中华民国，不承认中华民国不是台湾哦，哦，伊咧记者会咧，咱来学看者，哪好诶，拢讲中华民国，拜讲讲台湾哦，那个变过来。不让他放弃，所以他没办法拿到台湾身份，那怎么办呢？气哭了，我想当台湾人，拿台湾的身份不行吗？我讲，因为台湾有国籍好。结果有人在那新南向讲，我讲啊，你该到北京啦，用台湾是北京管的，所以他为了要拿台湾身份呢，竟然跑到北京去申请。戆人，伊来翻，直接来抢台湾，这个事情就对了，伊会惊一跳。所以我讲嘛，走错路嘛，会再哭一次。伊先摕到北京。因为北京的形象变欠了中国人，那中国人他只要住台湾，他以后还是要拿台湾民众的身份，他的住籍又上方叫做西恩了，欠了，要六年以后才可以改为这条路嘛，是不是？走一趟路多走一趟哦。九二公司哦，伊就讲九二会谈嘛哦，马英九去欧美来哦，去先去中美搞事情，是人脉障碍让我们行哦，都不是。好，再来看。对，很完整。哦，这个吼，咱知影哦，是台湾人是哪讲厉害，我哩不厉害。这个中国人设计的，冲出鸟巢，冲出鸟巢，我讲两百海里嘛，政治海里，台湾人是从过去厉害到无来钱，因为日本人跟台湾人拢在拢兄弟啊。伊讲日本的海巡署、公务船那个船的时候，拢先拍电话台湾人，伊会说讲，我头七天我伫船，你叫台湾人做小相机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来过了，你去哪里啊？过去拢安尼啊。啊，即摆为什么讲呢？伊渔民家己讲来，伊讲啊，海巡拍电话讲，渔民伫遮，甲讲你现在在哪里？伊讲，我现在在一百八海里面，180里200里内。结果咧，渔业署来讲，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要设计鱼啊，过日本人抓。啊，日本的公务船来到，啊，我就拍电话来讲，你来搁伫遮，所以变带回一条，带回不行。啊，设计好那些阴谋，抓了哦，你看，卖又是出动老海战，出动军舰的，要拉台湾到日本烧钱的，伊海巡船去护渔船无所谓哦，连老海战都出去哦。啊，老海战出了阴谋，就对包括你看，中国的人，中国人，你看台湾就开始煽风点火啊，破日本人在台湾搞搞恶毒，你打他，跟他开战啊，怕他哦，你看，伊要走进去就走到日本啊。哦，我爱对起来去看哦，哎，哦，哎，用这个，我爱去以后讲中华民国有没有退出联合国？请问联中华民国有没有退出联合国？那小互动哎，有哦，好像听过哦，啊，退中华民国没有退出联合国，因为中华民国这个名字从来没有加入过联合国。东非是加入联合国是用签呐、啊，中国这两个字，记得不要写签呐，是老蒋在底下，啊，老蒋来讲关掉了，被赶出去。一起人讲搬走了，变毛泽东比较得名嘞，千人要知啊。中华民国没有加入联合国，哪来退出联合国？哦，那个变不断吼，哎，嗯，我们就来讲讲这吼、哦，好。其实联合国吼，大家知联合国是哪样的？共国民党诶，共产党诶，不错，退了那广告嘞。台湾民政府万人大游行，快乐的华裔革命，那边个搬走一退了广告，好注意吼。就这个，就这个，这个咱十一月十七，十一月十五吧，十一月十五吼，伊代表万人大游行。咱不是要甲中华民国政府抗议哦，咱是要甲一寡讲台湾人，卖讲讲台湾，要甲咱家己的台湾人宣布，我们台湾人家己的政府有遮哦。所以你看这配比像美国一模一样，这个呢，咱来这部部队吼，同时吼，去看一下，咱来讲一寡。那么、哦、以下有很多政治语言、哦、我们台湾人要看得懂 ，OK？ 川普的行动，阿根廷是变容，你要承认九二共识，啊，他也不要说是，也不要说不是，有个我承认九二会谈啊，也无讲了，他不承认，他承认的话，一个北京党给变过，那他如果不承认的话，阿根廷避免，啊，所以就讲我遵照我们的宪法，哦啊，两岸关系、人民关系条例。这个都是政治语言哦，咱来看哦。过来，顶一届在顶一年哦，伫法院执行内政部长哦，陈伟仁、法务部、外交部拢来，
讲台湾人即卖收钱，车牌是真啊假？执行嘛，伫立法院公开执行嘛，即网络拢看得到吼。内政部伊既然即成为了一种台湾政府并不违法，因为我的总统我都未在讲合法，我只能说并不违法。啊，并不违法的，相反的是违法嘛。但是他不能说违法，他如果说合法的话，中华民国会马上结束。所以第一个交代咱台湾政府，那我们准备我们自己的，然后无缝接轨，半步转移吼。过来，媒体移花接木，请问这种心情，敢是台湾政府心情？唔对，台湾人的心情，那是啥？台湾政府心情，伊听人提这种假，啊才报假的给台湾人，唔知讲台湾人这种自制的合法的身份去 AID 无效，无效吼，移花接木过来，这种才是真的啦。哦，咱有证件的，伊无证件的，伊咧去外国的，啊，伊绝对100%无 USMG 去试，100%唔敢试啦，讲过来。这里面法务部长，伊嘛讲，啊，那我也不能说不合法，我只能说无法可管啦。不过这里面人本身部长啊，台湾人在几个看有啦，我咧怀疑啦，台湾人已经醒起来啦，哦，好，这个叫政治语言嘛，哦，过来，民进党。这 AIT 的促进没这话，伊讲哦，伊头阿是讲，哎，我没有看过那张身份，记者个问他，我台湾这种身份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因为我没看过嘞，他不能讲他知道，他知道就要讲真的还是假的呀、啊？所以就是这个政治语言，那我们要懂得这个哦。伊讲我从来没有看过，但是呢，要发这个身份要必须要有能力的主管机关发行，请问有能力的主管机关就是这个嘛？美国公共政府甲台湾政府嘛 ，DCT 嘛。啊，所以伊就讲一足多哦，伊讲哦，都讲一堆，讲到尾哦，这个问题我早有准备哦。啊，民进党还表示哦，都所有人身份证明必须要有能力的主管机关发行哦，依据向美国申请的证件出入美国时，美国海关哦也很严格的审查哦，都讲一堆，伊主要机密啊，我讲对啊对啊，这叫政治语言啊。就刚才我说好，我逼问你大哥，这个是不是无？好。你如果说是会得罪一派人嘛，那如果说不是又会得罪一方人嘛，那你要怎么解释？你要政治言爱了国人，你讲哦，这个哦，我看他不是四，他也不是六，你主要现在我讲五啊，这叫政治言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台湾听我嘞，真侪嘞嘛，好多例子哦，好，哎，各位，千万这是都是各位的。车哪来嘛？车哪吼？啊，车有几台？就是国的。车哪？中国吼？啊，车有几台？就是国的。车哪？伊有在台湾嘛？我是搞一下车哪？哎，全世界人拢看英文的。啊，即使中华航空是咧骗台湾的呢，全世界都讲用英文。全外国人哪看有哪样？飞机都是车哪车哪？中国航空啊，我来你个本是台湾个，是中国的。啊，所以人就讲台湾就是中国过来，就是这么来的啦。哎，咱讲变得足多好多太多例子吼。太多例子，咱过来看吼，这咱台湾做其实吼太多吼。哦，机器人，这个机器人就出来证明吼。比方说，咱其实看足多摆吼，台湾民政府吼，哎，机器人在湖南在小时光隧道走廊，哎，机器人。八十几页，伊超一百页，啊！这边伊不印足多哦，我上台这个电视，统统串完这个就摕到啦，所以开始紧张啊，是安尼。习近平嘛就会问啦，所以开始紧张啊，对嘛？机械文介绍机械文吼，各国领袖安倍吼、哦，各国的总统奥巴马后一页就是讲，后一页他变成另外一面啊，又串一条，哎，讲啥？介绍台湾嘛吼，台湾政府。台湾人的政府，台湾人是搞了哦。台湾人的政府，全世界台湾人的政府啦，叫台湾政府啦。全世界人是中国，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啦，你看哦。台湾西部搞了个 TCG， 好不？这清楚啊，非常清楚。所以未来有可能会荷兰升国籍。如果在这吼投票的，有哪个中国人参加去，那会当升国籍啦。只差讲两万五百块。无，啊，有时阵选日本人诶人请入去，无，啊，若要选美国人诶人请入去，国籍啊，
哦，还是美国比较多哦。所以，那说美国那通过，张做你吧，做你伊个英国务，英国就大条新闻，脱欧成功啊，脱离欧盟，52%对18%，啊，这会影响全世界经济哦，他脱欧以后，很多国家会方向，伊就去过欧盟一个法律关键点的，什么袂记得，因为52%的人支持脱离欧洲吼。时间大吼，安尼好，今仔就讲到这吼，今仔时间较短吼，我使较详啦吼，足个光景看啊无着话咧，你甲网络看 ，YouTube 看着，多谢大家，谢谢，阿里巴巴。请各位荣幸再次掌声，感谢林佑生讲师的演讲。我们课程到今天就结束了，个人物品还有贵重品记得要带走，那可以到厨房那边用餐。谢谢，谢谢。